欢迎收看东京热讯息。今天的热讯息要介绍的是 Asahi 新推出的透明咖啡拿铁，零咖啡因、低卡路里跟零脂肪。今天我们要来盲测一下，看看我能不能够分出哪一个是真正的咖啡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透明的咖啡拿铁装一点进去这一杯。现在我们准备好一杯真正的拿铁跟一杯透明的拿铁啦。那我们就请伟恩来喝喝看第一杯啦。嘿，这闻起来完全是咖啡啊！哦，这个其实它咖啡味没有那么浓，喝起来比较像那种就是瓶装的那种铁罐的咖啡。那我们请伟恩试喝第二杯。这边因为它的咖啡的那个豆子的香有出来，然后也比较有鲜奶的味道。我个人觉得应该这一杯是真正的磨豆的那种咖啡的拿铁。耶！猜对了。我刚试喝的结果觉得这个呢，这个是比较像市售的罐装咖啡。不过如果你是直接盲喝这一瓶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分不出来它是不是真正的咖啡哦。同厂加印 Asahi 最新的透明白桃茶，喝喝看吧。就真的是白桃茶的味道，真的是一模一样啊！对啊，以上就是 Asahi 的透明咖啡拿铁跟透明的白桃茶，大家可以喝喝看哦。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